以后变背景哦，台湾的空拍250个景点，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除了看可以看自己，也可以看台湾的风景，然后全部都是台湾。加贺啊！来，再来一点，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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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展览这么的盛大，我是刚才跟廖理事长讲说，那我早应该在门口来设个疫苗施打站才对了哈，这样施打会更多。还是要呼吁，施打疫苗是在我们防疫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对于重症跟死亡会差异非常的大，在高龄者尤其会差到十几倍到30倍左右。另外今天再来也要跟廖理事长还有很多朋友们来表达谢意。在去年我们疫情正紧张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急着要需要有一些HEPA等级的空气滤清机，然后那时候特别拜托了廖理事长，半夜才打电话给他，那结果他义无反顾的我们找了好多的朋友，他带我一尊乌龟龙脊龙天庭出来啊，春节千瓦台。然后接下来在未来我们机场上面也有需要，我们有移动的实验室，那需要这些空气的清净机。好，顺便要讲一下，现在台湾的空气清净机是做得非常好，做到回首来后，这第一题我需要移动实验室需要，那个廖理事长跟我们电器界的一些朋友们都慷慨的立刻的帮我们的忙。好，是第一个时间就先上来，啊，过明天起，这些是做干起来了哈。这样的一个全民防疫的精神，台湾我们在上一波，事实上把这整体的疫情是守住了。那未来我们要针对 Omicron 这样的一个高传播的时候，那整体的战略思维也要转变，那新的相关的防疫的措施也陆陆续续开始在做。也要拜托各位朋友。大家第一波仗我们打赢了，第二波我们大家合作，将台湾全民抗疫的精神发挥到最高，我们一定会守得住，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陈部长。